乳腺钼靶就是对乳腺进行的一种 X 线检查，它目前在乳腺疾病的检查方面一般说来是作为一个常用的检查方法。目前进行乳腺检查的方法主要有三种，一种都是超声检查，还有就是乳腺钼靶检查，还有就是磁共振检查。乳腺钼靶它的优势就是对一些以微小的钙化、细小的钙化，它的显示是非常敏感的，它对乳腺癌的诊断它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但是任何一种检查它都有利有弊，所以说很多病人来做了超声，乳腺超声后可能会叫你做钼靶检查，也有可能做了钼靶检查过后又要叫你去做超声检查，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。还有一种检查，磁共振检查，目前在诊断方面磁共振检查